很久了，差不多有9个月、10个月吧。我上一次出来 event 的时候，应该是年头跟江涛一起出来的时候，就差不多有9个月没有见大家了。当然很开心啊，就是真的，他们也很久没有看到我，然后这个月也是我的生日的月份，然后在这个月份他们看到我也很开心。然后就这么久没有凑活动，就第一个活动就是为了慈善而做的，我觉得很开心。那个粉丝的活动就应该没有，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办那些聚会的东西。但是礼物的话，我就叫我的粉丝就全部捐出去。希望可以有空可以跟家人就是好好吃一顿饭就可以了。今年的愿望就是希望所有人都可以身体健康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。然后就希望我们Mira 可以继续发展得好好的。然后就第三个愿望就自私一点点，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拿今年的金奖。